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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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呸！哦，哦，啊！是浅浅耶！我看到了呀！哎呀，好吃好吃！嘿嘿，谢谢大家赞助！嘿嘿。都是因为这样，最近新源市才会用品缺乏，物价高涨。你不是说过吗？你说这片森林底下埋着一只怪兽，有必要为了一个孩子的报案做到这种程度吗？宁可信其有，我认为是跟怪兽战斗的那个光之巨人拯救了我。时候已经到了，幽马，解放你的想象力吧。超人力霸王雅克，每周日下午5:30，某某亲子台独家首播。什么？脚踏车店今天也没开啊？哇，好厉害啊！卡内高，看这里，很好啊。怎么回事啊？麻烦你，我要结账。总共就是3件，对吧？对。请问你要用什么方式付款？用新元配。啊，好的，请帮我扫这里。我要结账。结账吗？现金还是？我要用新元配结账。那帮我扫这里。请问用什么付呢？我要用新元配。没有问题，请扫这里。好的，谢谢，谢谢你。这样就可以了。走。大家早安啊。哦，早安。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暗啊？哦，这个吗？听说是总部新颁布的规定。规定？最近新源市用品缺乏，物价也跟着上涨，所以在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我们要进行节约措施。餐费、水电瓦斯费，还有电话费，跟要给奶奶的生活费。那、还有哪里可以省钱啊？看起来你很伤脑筋啊。完全想不出来要从哪里开始节约才好。食堂先生呢？现在一天只能喝3杯咖啡。3杯？没想到一天竟然只能喝3杯咖啡，真是太扯了。幽马，所谓的节约并不是要忍耐，所谓的节约是不要浪费，还有不多买，但是又要在适度的范围内妥善运用金钱。所以我决定要来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幽马，你知道什么是新元配吗？跟大家介绍，
只要下载并安装星原配的应用程式，随时随地谁都能用。一种可以让星原市居民享受幸福生活全新形态的区域货币，那就是星原配。我的手机里刚好也下载了星原配哦，这个可以当现金使用，超方便的。怎么了？你要他下载星原配拿好友回馈金吗？不对，我是想用另一种方法获得星原配里面的点数。星原配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做影片直播，还可以支付星原配给直播影片的人当成是赞助金。赞助金？只要你喜欢创作者的影片，就可以支付各种额度的星原配来支持创作。用真的钱吗？算是感谢创作者用心制作影片。只要影片大受欢迎，观众就会增加，透过赞助金就可以解决用品缺乏这个困扰我们的问题。你觉得怎么样？原来是这样。池塘先生，那你好好加油。说了这么多，就是想找你跟我一起做直播。跟我一起做直播吧。可是我差不多该是喝咖啡的时候了。那么各位观众，下次见。请大家按赞、开启通知、订阅支持我们的频道。再往左边点，左边，对左边，太过去了，回来一点。过头了，就是那里。好。刚才那样就可以了吗？非常完美，这样观看次数肯定会有10000的。订阅人数没有成长，也没有赞助金，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用 Skip 官方的名义公开怪兽资料，应该就可以获得大量关注吧？说的也对啊。不对，那些都是机密，不可以的。绝对没问题。什么没问题？你这样一定会被防卫队骂的。没事的，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啊？我会亲自去谈判。在说什么？让我去吧。什么谈判？哎呀，你先去喝杯咖啡了。不用了，真的，你一定是咖啡喝太小了，是不是怪怪的呀？不行，回来再说。只要跟咖啡扯上关系，他整个人就变了。冷静，冷静一点。事情就是这样，请所长给我们 Skip 的官方授权。不要急，不要急，用个人名义是没问题，但官方的话要事先向总部提出申请，有很多行政程序要走。可是我们的订阅人数要有耐心，慢慢的做。像我就很喜欢这个。成功是从模仿开始，你们可以参考当红的影片呢，有很多可以参考。哎，我女儿最近也都守在荧幕面前，连理都不理我，只知道狂刷影片。真的假的？当红创作者竟然是怪兽？这个创作者，不，怪兽的账号名称是卡内贡，他叫网路卡内贡。这个应该可以算是怪兽案件了吧？照理来说，这样应该会引起骚动才对，可是却完全没有收到居民的通报。这一定是什么人用特效做出来的吧？但他的动作看起来很自然，怎么看都像是真的。怪兽是人气网红，没想到时代真的变了呢。总之，先来问问能不能跟他合作。确实，要调查怪兽的话，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跟他接触。这里是怪兽防灾热线。怎么了？有人要提供卡内贡的情报。This summer, dive into the world of Ultraman at a brand new theme park on Roblox. Powerful dioramas of the Ultra Heroes and Kaiju are waiting for you. Collect coins in the park to unlock exclusive avatar items. Ultraman Virtual Park is now live. 布雷萨超人力霸王玩具，把布雷萨灰石装进布雷萨手环中，发动光效动画变身。出发吧，布雷萨 ！DX 布雷萨手环，超人力更换灰石，发动多种不同光效动画。我是星原配公司的执行长铜金香奈绪。您好，感谢你们受理我刚刚的通报。我们就是您刚刚联络的 Skip。两位请坐。谢谢谢谢，不用客气。所以您就是那位卡内贡吗？
不是的，不是的，我是人类没错，但是卡内功的确是我制造出来的。你制造了卡内功？那个时候我在大学进行 AI 研究，目标是把欲望模组化，弄清楚人类的本能到底是花钱还是存钱，于是我就开了这家公司来资助我的研究计划。所以才有了新原配。我想说，既然要做，就干脆为我自己的老家尽一份力。新元市的次世代都市构想一开始的实验采用了新元配的测试系统，拿到预算的我们为了同时进行研究跟宣传，就直接把开发中的自律型 AI 装在刚才说的测试系统上，这就是卡内贡的原型。所以说网络上的那只怪兽卡内贡其实是 AI 啊？没错，它只是一个没有实体的人工智慧。太神奇了，它看起来就跟真的一样。顺带一提，成为人气网红的秘诀是什么呢？对分析人类欲望的卡内贡来说，最好的学习材料就是金钱。他会利用直播让人们看见自己想看的或是想要他做的事，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他变成明星的同时，新元配的用户人数也一飞冲天。这样听起来你们公司经营得很棒，前途一片美好。为什么还要找上我们呢？老实说，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卡内贡的行为，因为他陷入了一种失控状态。这张图就是新元配的金流状态，现在90%的新元配其实都是人们给卡内贡的赞助金。想不到卡内贡真的这么受欢迎哎。这样有什么问题吗？难道说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看样子我必须给你们好好上一堂课。本来这个赞助金系统是为了促进大家使用新元配付款，让更多人去买东西或是用在其他消费服务，从而活化城市的经济，这是原本的设计理念。但大家现在却把钱都丢给卡内贡当赞助金，让所有的新元配都集中在卡内贡的身上。可是大家还是使用了新元配的付款服务，不是吗？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问得好，要是你拿到新元配会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生活的开销上，或是拿去给奶奶当生活费，还有就是……说的没错，金钱有非常多样的用途，人们的工作跟生活都是靠着他人的消费才能不断持续下去。这些金钱使用后不会消失，而是在人跟人之间不断的流通，转了一圈后再回到消费者的手上。但身为 AI 的卡内贡本身没有消费的概念，只是一股脑的把新元配存起来，因为没有支出，金钱没办法流通，到不了其他人手中。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家公司或是商店陆续停止营业，要是再这样下去，原本就被怪兽重重打击的新元市更是会因为地区经济的崩溃而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要是这样就完蛋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教授，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让卡内贡学习该怎么花钱。原来如此，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卡内贡把大量的新元配都存起来，让数位货币的流动率几乎趋近于零，都是因为这样，最近新元市才会用品缺乏，物价高涨。为了要解决这个现象，我们就必须把卡内贡得到的新元配全部拿回到市场，才能改善现况。就是这样。我其实听不太懂，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抓住卡内贡，让他吃下学会花钱的电脑城市。可是他又没有实体，要怎么抓他？关于这一点，同金执行长来找我们商量对策了。卡内贡不一定会出现在新元市的哪里，简单来说就是神出鬼没。但是呢，他如果要使用新元配的网络，就一定要通过一组伺服器才能使用，目的是为了防止被怪兽破坏，想在未来建立一套平流层卫星网络系统，而制作出的实验高空介流气球，也就是盘旋在新元市上空300公尺，支撑起整个新元配系统的飞船资料中心，在那里一把抓住卡内贡。什么？布雷萨超人力霸王玩具，阿斯加隆出动。好，攻击开始，瞄准目标，准备发射阿斯火焰，发射，保护地球吧。
DX 阿斯加龙。Tiga Ultraman Tiga Multi Type Ultraman Zero Ultraman Laser Ultraman G Primitive Ultraman Tomica UTC Series Coming。转转转啊，掉下来了！谢谢你们大家，各位观众，拜拜！嘿，卡内贡结束直播，开始移动了。卡内贡抓捕作战开始。这是走这里。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接收到卡内贡连线至伺服器的请求，已经引他到检测网路，隔离在电脑病毒用的伺服器里。已切断飞船伺服器跟地面的资料连接，高空滞留气球转为自动飞行模式。这代表很顺利的意思吗？现阶段没什么问题，等降落之后会在地面对卡内贡进行升级。食堂先生、优马，拜托你们了。了解。这里也看到飞船开始下降了，请等一下，情况不太对。肚子好饿，是浅浅。哎呀，里面有浅浅吗？是空的。那这里有吗？我肚子饿了，我肚子好饿。他冲过来了，不妙，快跑！优马，动作快！好。的飞行程式已经调整完成了。不是浅浅，什么嘛，我肚子真的好饿，不要碰我，跟你说不要碰我，浅浅，浅浅，浅浅。想不到卡内贡这么强哎，真的很强哎，但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卡内贡的注意力都放在雅克身上，趁现在把优比送进电脑空间。竟然还能做到这种事啊！为了配合节约措施，我把优比调整成就算没有现在这具身体，也可以在网络上行动。给我！优比，把学习程式给卡内贡。包在优比身上。我要开动了。好苦！这不是浅浅，可恶！我肚子好饿，我肚子好饿。我肚子饿了啦！可恶！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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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厌！我快要饿扁了！找到了！糟糕，被他找到新原配的预备金了！预备金？就是为了活化市场准备投入的追加款项。是说这些钱是从哪来的？从新原氏。这下不是更糟了吗？
真是不好意思，太感谢了。我要开动了。学习城市，包在优比身上。怎么了？巨大炮的卡内贡把运算效能几乎用满了，所以优比才会直接从那里消失。接下来只能依靠雅克了。我要更多钱钱这就是所谓的赞助金吧？谢谢你啊！你什么？奇怪？奇怪？壮观，那个不是超人力霸王吗？成功的带来欢乐，难道这就是最顶尖的创作者吗？卡内贡，请转头看我这里。大家好，大家好，这边卡内贡，谢谢大家的支持，真的很谢谢大家。你真的很棒，跳一段感谢之舞吧，再来一张，当当，太美了，这就是受欢迎的秘诀吗？哇，太棒了，卡内贡。今天要对怪兽彻底解说，我是阿尔法，把科学知识变成今天美味的咖啡。我是欧米伽。感谢这位朋友的超级赞助金，这个是来自卡内贡的赞助啊！怎么了，阿尔法？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是我啊，欧米伽。未来はこの手にあるわ。手を取り合って夢見ていこう。
怪兽分析图的山神先生是凛小姐憧憬的对象，可是帅气的外表下却有着泄露怪兽细胞的嫌疑。秘密协助调查的凛小姐那颗动摇的心逐渐接近真相。下一集超人力霸王雅克，再见了凛，奔跑吧优马。地球の平和のために立ち上がった光の巨人、今ウルトラマンアークの創造力が新たな未来をつなぐ。つぶらやプロ造形部 LSS の全面監修により最高峰の造形が実現。細かな瞳の表現や幅広い可動域による迫力のポージングなど、強さと美しさをこだわり抜いたウルトラマンアークがここに誕生。さらにウルトラマンアークには欠かせないアーマー乾燥ギミックを実現。ソリスアーマーをはじめルーナアーマーなど、君の手のひらでウルトラマンアークが究極の進化を遂げる。未来を変えるのはその一瞬のひらめき。今こそ君の想像力を解き放て。 SH フィギュアーツウルトラマンアーク9月発売予定。 SNS もチェック。